接下来我们用木芭比，不是水芭比文，水芭比文来挑战一下这次的地狱级。穿什么衣服看阿红玩什么就是爽，赞！啊，有五颗，有五颗星，有五颗水珠。版面漂亮哦，这一场玩了这么多场，终于 有一场是版面很漂亮的。哎，你看他要把铁……哦，这还好，这还好，还有挽救者挽救的机会。哇，第二关才是重点嘛，这一关。阿红见面会一定要结束后才能找你拍照吗？基本上我结束后才会出来啦，因为还没结束之前我都在准备啊。这么酷丑啊，天哪，太凶了吧。血量是刚好，哦，是300，太极限了吧！我天啊！血量怎么回事啊？到底？你可以跟我讲说血量发生什么事吗？我是有买票的，买票都要结束吗？就要结束之后才会开始有一个合照的行程。哇，这个回复力太厉害了吧！哦，诺比特侠，我不开。CT 二还有 CT 二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机械子满了，支队又又又起来！第三关，一不顿随便打。哎，不要讲这种话，不要立 flag， 拜托。母堂乱立 flag， 新珠留下来，拜托。哎、欸，好好好，先停下来。对，不要排直行。随便乱排，不然他会乱天降。天降多一点，星珠，有应该会过吧？不、哦，有星珠，应该有一个。这个抖动是不是厉害吧？这就叫通关的节奏了吧？哇，65万，这一波，行啦，60万啊！把然后打到一个，好，天降超多星，对，哎，补100万呢，太厉害了吧！战争第二关。哇，这版面也是很漂亮。哎，好转，好转。这版面也太扯了吧！扯翻漂亮，扯翻漂亮，翻扯漂亮，扯翻漂亮，反正都是很漂亮的版面就对了。太厉害吧！第四关，再看一次。这版面好像也不错。版面漂亮王。星珠太多了吧？应该真的没问题吗？那星珠，王冠，
境全部重置掉了，太扯了吧！技能给我重置掉，我要怎么玩？哦，可以，伤还是有15滴，这对是算好的啊，那生命力很够强的。不行啊，15滴，我们都打到这里了，吃一颗还好吧？而且吃一颗冰冻珠全部变不见，哇！吃这颗很划算啊，还不吃起来？这个血量是算好的吧？血量都自带更新了。行行行，反应也不错哎。先开吗？吸 combo 感觉有点硬哎、欸。不要回来，你先不开。哇，莫比！一定要消六直行才有机会，才有机会有天降。哦，来了，机会再天降，慢慢补就好了。哇，那水珠，快点！稳定，稳定。还是叠珠，太美了吧！忍不住开个龙科，好美的天降，还敢开机啊？莫比，我们不敢开了，莫比不要开了，道具还得了，整坨，谁受得了？早上我们该就在第一阶段开个龙科哈，或者是留一个技能在。有一个莫比在第一关，他的第一阶段，这对理论上临时对，其实是可以临时吧。嗯，看过了，其实蛮可以的这对。好，巴比伦前解一空转身前一战，厉害吧？而且如果说你没有要转职场，因为我刚才想说。哦，边转就边打他好了，所以转职场比较辛苦。如果你没有转职场的话，其实你就。转横行，然后七 combo 再王冠洗技能也可以，然后等到技能跳起来之后开爆发带走就好了。所以这对巴比伦也是可以过的啦。